放一次嘛。抬头，一抬头，我带你走，抬头，你低着头，抬头，抬头，往左转，往右转，往前看。要怕？这什么人？拉倒。就是好玩。我还真玩一个剑三。剑三。剑三是什么？哦，法宝。一点五的手游，手游出大了，不会三十多级。太。现在那个微信，微信就是微信。对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叫一言不合就开车。左边。不要。右转了，右转了。昨天他们开飞机，今天他们开车。哦，是吧？我也要玩。你要背谁还是要背？还重吗？重吗？我也是。不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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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来吧。是不是。Hello。你们在对台词吗？我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不能让你去关心这个。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想。梅姐多拍点照吧，宝贝。你一定会好起来。当你一个人好起来的时候，可以走了。我不让你。我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不能让你一个人。对对对，打劫了。哈哈，我刚刚，我觉得他都瞄了要好几次。不是不是，刚刚我刚刚是笑场了吗？我以为他要停了。害羞吗？他不会，他没喊你，再来一次。我刚刚你要全部拍完是吧？哇，脸都红了，就多来几遍都是好。第一次拍吻戏吗？嗯。快点，我对焦。那你前面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对焦。听导演的话。在干什么？想不想早点结束了？好，他们想拍十分钟吻戏。好，准备开始。你一定会好起来。当你一个人可以走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让你走。让我照顾你好吗？没有什么事情，你只要笑。镜头里看的好怕，脚又掉了，太急了，它又破了。他一笑我就想笑。你们这个镜头，哦，就这样，哇，老演员啊，职业素养，老司机，在车上呢，上车，手太小，嘴太大是吧？但是我刚刚手，他要示范了，再示范一次。但我刚刚手是放在这里的呀。你就很简单嘛，你就说来来换，来花，这个可以来一条花式，快，就持久一点，持久一点，哎，拍不到，这样子，松没了，其实好简单，你就是，好简单，来，就慢慢的上来就可以了。就不用，我怕我手，主要是因为怕我手会挡住。不是，你可以慢慢来，就不要拍太快。就是你可以这样，先抱住我，然后再上来就行了。就是这样吧，然后。抱住嘛，先。说话自己的点。就不用先上手，这样，然后吓到。然后就。啊，好。那不会。在敏感的部位震荡。对啊，你觉得好萌啊，他这样子，但是有点恐怖，因为有四只眼睛，八条腿。
机啊，你去眼睛。去说去过。要借位借过去吗？下不了手，对方未成年吗？就这样吧，那你搂着他，你搂着他，就是模特照的感觉啊，酷一点，你这手拿着酒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他到下个站位。大黑猫的话，黑猫，你这个腰下有点累的。对啊，就我下腰是不是？啊，再来一次。